要不加个微信，以后线上联系，开口之前先断好。我去图书馆啊。哎，好啊。学习怎么样啊？可以吧？哎，这地方不错。你扫我扫你，你不是要加我微信吗？我同意了。来看看，这个叫上将静脉。这个叫主动脉，这个叫冠状沟，这个叫冠状动，这个叫松尖，这个哎没见过吧？我切下来给你看看。求求你把上围删了，千万不能泄露出去。那好说，你要是签了飞蚊消除计划，而且慢慢配合我，我是肯定会删的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就让同学们看看你这学霸的另一面。陆时珍，求求你放过我，只要你把照片删了，你要我签什么都可以。陆二，你能不能别走神？刚才我讲的都是必考的知识点，明天解剖课会有随堂测试，如果你过不了可别说在我这儿补课。对不起师兄。看什么？感到很好奇，你好像除了上课什么都能吸引你的注意力。走着瞧，我早晚让你见了。注意观察心脏的每个结构，认清楚每个部位。哎哎，你看看，这个就是上腔静脉，这个叫主动脉，这个冠状沟。你怎么知道？预习过。这个叫心尖儿。没见过吧？我切下来给你看看。你就不想吐吗？临床系学生上第一堂课都会想吐的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你仔细看看他。有没有早餐翻涌的感觉？没有。解剖这种小事为什么会想吐？任初，不错嘛，我就说过吧，吐过以后就免疫了。原来你吐过。不过也不能怪他，上次我俩在休息室吃饭，我随手打开了解剖课纪录片当下饭影片，对非专业医学人来说确实有些重口了。这不是专业，这是变态啊。哎，师兄，这么经典的画面你就没有拍下来？我不用手机，不过监控画面应该可以调得到。对啊，监控视频加倍伤害，到时候别说签协议了。卢婉婉，能不能专心观察心脏？心脏可不长在你男朋友脸上。不是男朋友。你说什么？大点声。天气正好，适合解剖。飞蚊发酵的更厉害了，同学们都说你发的声明语言不详，明显是混淆视听，实际上是想从公开转成地下恋。还有几个帖子偷偷扒咱俩在一起的实锤，还说我们穿情侣装，
在朋友圈表白过对方，还一起参加过活动。你看看这发型，都是我大一的时候了，什么情侣装呀？还有几个同学说咱俩配一脸，说要做咱俩的 CP 粉。哎，喜欢你的人不是很多吗？站出来反驳呀！看来是失败了。少，你不会只有理论知识，没有实战经验吧？人际关系确实是我的弱项，但只要带入正确的公式，就可以通过推导演算来攻克难题。等我的研究成果吧。我快递。我没卖这么大快递啊，不会是那帮学妹真的买了面粉给我吧？老天爷，给我个男朋友吧。同学，我帮你。刚说掉个男朋友给我，就来了个男生，难道是在暗示我什么吗？啊，谢谢你，你帮我大忙了，帮我抬到烘焙社就行。别客气，女生力气小，别砸到脚了。我在网上买的。啊，哦，那地址填错了，寄我这儿了。先放你那儿吧。你送我的？寄存，我不想去烘焙室还坐在地上。你等着，我来给你装。嗯，不用了，我装的差不多了。我们俩短期内还是不要见面了，我自己看说明书。跟谁煲电话粥呢？无关紧要的电话。嗯，骗谁呢？无关紧要的电话打15分钟啊，平时一天跟我都说不了几句话。到底谁啊？卢婉婉？不对，昨天你刚在网上发了一声明，说你俩没关系。哎，你这么说，不怕人家小姑娘心里难过？八卦一般是怎么消亡的？我找了好几个数据模型，带入我和卢婉婉的绯闻结构，都不太适合。你这是铁了心要跟卢婉婉撇清关系？是尊重契约精神。啊？